啥呀？鸡蛋。鸡蛋。白鸡蛋。又开始逛大集了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分享物价。黄金酱面馒头吧，2块，再加上5块肉，3块薯条，欢迎品尝。看看这人，这才叫赶集呢。这生意真火。对，现在您老贝的，他的老板。那个2块1个。小龙虾咋卖呀？小龙虾45两斤。涨钱了还是？涨钱了。涨钱了是吧？感觉好像涨钱了。对，都涨钱了，全国各地都涨钱了。不够吗？有来吧，能来吧。这一块，有一半了，切一半吧。不上了吗？烤的毛的，哎，这咋卖啊？5块钱一串。今天青椒咋卖啊？4块钱一斤了。掉价了？哎，掉价了。昨天还卖5块呢。就是啊，都刚才还卖5块呢，这会儿卖4块了。掉价了。掉价了。黄瓜。1块啊。2块钱，这黄瓜多少钱？这你要吗？我现在不要，我问问。卖3块，那你要2块5，就这么点了。今天这黄瓜这么贵啊？没有了，都到顶了，再不多少。没有了。满栽没下了，刚栽上。那黄瓜3块。这黄瓜多少钱啊？2块钱。啊？2块钱。你这咋这么便宜啊？人家都卖3块呢。知道，我2块就行了。啊，2块，你这便宜，5斤了。这里头多少钱？5斤了，10元5斤了。对，便宜了。东北香瓜，今天几块钱啊？5块，真不掉价呀？掉不了，又涨了。东北香瓜5块，不贵的。啊，来回又涨了。这要在东北1块钱一斤。是，那你运费呢？对呀，得上东北买。还有运费呢。5块钱一斤。东北刚下的时候他妈12块钱，我晚上买的，发到这儿的。刚下了12呢。刚下的时候呗。好家伙，看看这几个瓜多少钱？全黑龙江的，他这都不是黑龙江瓜。26.7。26.7。辽宁跟那个。好家伙，抢了。多少钱呢？这个苞米啊？给我那两根，大哥。啊，10元8根，10元8根，这太火了。把里边那个大个给我扔两个，那里面那套花的，哎，你给我拿花的，拿着给我放水管了吗？行，拿着花的给我，我要花的。两个给你整，整两个那个黄的行吗？他的苞米好吃，去年买他的。水果的给我拿俩，花的是甜的，水果的呀。花的，黄的，水果的，看看这都是什么？这都出去了吧？这都是什么虫子？那个蚂蚱。江豆角便宜了，2块了。前两天卖2.5块，3块。冬瓜1块，这冬瓜好。看看这黄瓜咋卖？这黄瓜咋卖啊？3块。这不便宜这黄瓜呀？还便宜都没有。那个辣椒多少钱？辣椒4块，青椒便宜了，青椒前段时间卖7块，卖5块，这便宜了。没卖过，我就是4块钱，俩根是四块钱。
这什么呀？这是牛蛙啊，田鸡腿牛蛙啊。这个咋卖呢？这个15一斤。15一斤、嗯、都活的宰的。哎呀妈，卖了卖了，然后4块。这烟雾料14号。水蜜桃白凤，这个多少钱呢？这桃啊，老板，真的假的？这么贵啊？25一斤，多少钱？这25？28。那一本100多呢。好家伙，这么贵啊！真的肯定是贵，开啥玩笑？比猪肉都贵。牛肉贵吗？牛肉现在多少钱？牛肉25。那牛肉一个价吗？啊，大生菜2块钱一颗。2块钱一颗。真新鲜啊！太新鲜了。这都中午刚砍的。剩下俩不就完了？不卖，我都5块钱俩。这要不闹天，我说什么我不卖。没有啊。是啊，太棒了！看看猪肉咋卖？咋卖呀，金哥？13.5。13.5。嗯。来一小条就行。啊，行。对，来一小条就行。新鲜的猪肉，快来买！现在肉啊太贵了，毛猪10块，10块猪。先吃吧。这咋卖呢？现在这都卖啊。这个叫什么葵？秋葵。秋葵。我跟你说，你要老了，我跟你说都没得买了。10块钱。绝对不能啊！不然那你放心吃呗。下雨了。老姜咋卖啊？老姜7块。这是买的，估计弄不了，都坏了。啊，是买的，回去了。人家不都是买枪的？一堆10块。这鸡排吃的。这个呀？10块。你成年的？你那钱在那儿呢？10块钱一斤。对。这个7块，后边有那个过火的，前面是7块的，就是我跟你说，就这样的。我见面了，卷不不但漂亮了，我都7块也卖，是这个意思。还跟他那个好看的，你不要那点。要堵车了。咱们卖肉，咱们哎省上点儿。来，咋卖呢？这个7毛。7毛。啊、哦。来，这现摘的啊，现摘现卖的啊，活羊活卖的小西瓜啊。7毛。来，酸不？酸甜儿，咱尝尝。苹果又来了，1人3斤。你别动，你别动，你别使劲。5块10块。5块10块。都是我爷爷那儿，都是就是新的。15了。1袋5块钱。15加。买15。那62了，别让他提了。32了。土豆1袋10斤，10块钱。老瓜不便宜，嫩瓜便宜。回家你吃个，它不面，水了吧唧的。多少？9块5。咋卖呢？这南瓜？啊？南瓜咋卖？这个9块5了还不行？10块钱3斤。9块7，多2块钱。这直播的呢？尝尝。这几个小红，这不是直播，不是直播，不是直播，对，拍视频。尝尝，嗯，真甜。啊，真的西瓜这么甜？差点没掉地下。哎，真甜。
尝尝尝尝，真的，我刚尝完，看得出来，尝尝，你几个？真好吃，咋卖呢？一块钱一斤。大唐十月三斤。新闹那一车。咱俩上回来刚买新的吗？是不是三斤？刚买。定了呗。啊？不是吗？定的刚买上回来。满满一车呀。是不是三斤保质保鲜，现在的好点哈，礼盒的，是礼盒，礼盒的三斤。你掰一个，你给掰一个，掰一个，那不掰好几个了，谁吗？给我第二个上掰的，三斤十块，哎，礼盒吧，哎，真礼盒啊，拿那边来，嗯，十四块四，嗯，来一袋五块的啊。几十块，八块，十元四斤，钱大阿姨啊，都收好了。你说呀，大阿姨，你看打开的都是红烧驴肉。马上没了，买一颗，一颗，挑一颗。你愿要哪个？挑一个，哪个好啊？哪个都不赖。你这点挑点大点的，这个小，这个有没有大一点的？我给你挑一大的。对，你给我挑个大的。我他们拿完了，两块钱一颗。来，我挑个大的。怎么卖啊？两块钱一颗。挑大。哎，好好，有袋吗？两块。哎，这个好，这个。来一颗。啊，行，这个。今儿要辣不？辣。有没有不辣的？没有，都辣。啊？都辣的。辣不辣？尝尝。辣呀！我不行不行。我知道你拍视频。不是拍视频，我真买啊，哥。真买啥吃吧？不行不行不行，还给我挑点，挑一。行，放着吧。感谢二哥啊！感谢啥呢？不给钱，不给钱。这一会儿这一车没了。乒乓球十块，粉丝打八折，八块，八块，八块，讲究。十五二斤，飓风十块，也打八折，够意思啊！哎，对，苹果梨，这个无限，这个多少钱啊？五块钱，五块钱。哎，我先过去。榴莲蜜，菠萝蜜啊！榴莲蜜，榴莲蜜，这么小啊？对，他就卖他东西，你跑出去，他都还不知道是个啥。这多少钱？二十五，一个啊？一斤。不是你要啥啊你？给我剥剥呀！你要啥啊你？核桃，鲜核桃。多少钱？十块，现剥现卖。这个呢？老甜不？一把多少钱？一把二十。一把二十。挺黑呀，不给，一把挣两块钱。一把二十。小龙虾咋卖呢？三十的大个儿，三十一斤。三十一斤，是吧？今天卖完了。十块钱，二十块钱。二块钱，九块是吧？九块钱。有猪头肉、口条、猪心走着。猪肝也卖完了。哎。微信收款九元。都没有了，啥都卖完了。辣椒。再来一点吧。三张多少钱？三张五块，二十四。三张吧。切了八。不要辣椒啊，三张。好。多少钱？